代匠人的若有所思，一个时代的蓄势待发。张弛有度，是千万个日夜的琢磨与深究。收放自如，是了然于心中的下笔和抬头。你相信神灵吗？你期待祥瑞吗？你的信仰又会指引你去往什么方向？骨骼承载一方气魄，肌理绽放通体经络，神态仿佛在与你我诉说，它正带着岁月呼啸而过。世间瞬息万变，唯有梦想不换。纵使万般艰难，不敌一句我愿。